原标题1901年的皇城北京珍贵老影像，1900年光绪庚子年，英法美意日俄德澳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一些外国摄影师随即前往中国进行拍摄活动。日本摄影师小川义珍便是其中一员，他曾于明治34年1901年作为摄影师随同伊东忠太、土屋纯一、奥山恒五郎到北京考察，拍摄了紫禁城及其他一些宫殿楼阁的建筑照片。小川义珍在北京考察期间有幸拍摄了一组紫禁城宫殿建筑的照片，堪称首次真实的记录了皇城原貌的难能可贵的影像资料。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它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年，建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从永乐皇帝开始，先后有24位皇帝在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执政居住。在小川义珍来中国前，至今我们还未发现有外国摄影师随意进入紫禁城拍摄的影像资料。小川义珍来中国时正值八国联军侵华之时，慈禧和光绪及皇室成员仓皇出逃，宫中混乱不堪，更无人按常规清扫管理，有些宫殿院落中草深过隙。小川义珍就是在如此苍凉的时刻来到紫禁城，拍摄了一批文献价值非同寻常的地精旧影，从而将中国神秘的紫禁城九重宫殿呈现给了世人。他所拍摄的相片显出紫禁城苍凉的一面，与我们平日所见华丽气派的宫殿有天壤之别，有些当年照片上的景致已成绝迹，其历史文化价值则更高。如皇城建筑最南面的一道门，明代为大明门，清代保持原貌，只将门额改为大清门，民国建立后改为中华门，现在该建筑已不复存在。小川义珍拍摄的大清门仍为清代原貌，门前的棋盘街、天安门前两旁的长安左右门都还存在，门额是满汉文并列的大清门。在宫中的太和殿，殿内悬挂有剑戟随游匾额，后柱上有一对楹联。小川义珍进入皇宫拍摄时，殿内还保持着原样，在袁世凯红线地制的丑剧中，紫禁城前三殿所有宫殿和宫门上的匾额被拆除，剔除满文，镶上单一的汉文悬挂，更有甚者是将清代皇帝上朝用的宝座换掉，取而代之的是一把不忠不息的为中华帝国皇帝准备的高背龙椅。此外，御花园内的竹篱墙、神武门外的朝房等诸多景致，今天我们也只有借助小川义珍当年拍摄的反映紫禁城面貌的老照片略窥端倪。午门紫禁城、养心殿紫禁城、养心门紫禁城、中和殿、仪鸾殿、东南德军兵营仪鸾殿、正门紫禁城降雪轩、景山景山雪景、北海颐和园入口，在朝阳门上望城内，德胜门、安定门北堂东北于残疾日本公使内，武官宿舍天安门、天安门内侧紫禁城、乾清门紫禁城、乾清门内侧紫禁城、中和门紫禁城、翊坤宫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Thank you.